Ich. Du. Oh my god！我看到这个主界面，我要晕倒了。主界面也太多东西了吧？哎呀，贸易系统。什么鬼呀？所以这集就是先分享这个西时代，啊，那可以吗？然后在主线上去得赶快，咱继续走啊！先走主线呐啊！等你看角色要不要继续讲。回去。我看会乱掉，我先都。这什么意思？哦，我这应该是在寻途径。咦，它有西游传说诶，哇！还有西游角，那我们看悟空长怎么样？哇，超帅的！我先把聊天室给你们好了。再次开一下。